动力机械人课程。本课程将以12个不同的专案，让你以轻松的心情，自然而然地建立三维空间，了解各式的机械设计，最后控制你所设计的机械设备。你将会以渐进的方式了解如何应用电池来驱动马达，以遥控器来控制马达的旋转方向及速度，齿轮的应用及如何改变运动方向，皮带驱动齿轮的方式，最后在行动装置如手机、平板电脑上撰写程式，并且透过蓝牙连线来控制设计的专案。